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小年儿。我上午啊去宋姐的哥哥家去吃饭，下午呢完了回我妈家跟我妈去过节去。我先把这个垃圾倒了，这是我家院里的垃圾。我岳母已经走了，她去那个宋姐的哥哥家了。我把这垃圾倒完了以后呢，我也上他家，咱们看看这个东北人过节哈都吃什么。没关上。宋姐的哥哥家离我家有300米远，这就是垃圾箱了。我们镇上有很多这样式的垃圾箱，就是隔个几百米就有一个。这是镇上的中央街，那个挂灯笼那个家呢，就是宋姐她哥哥家。这个房子已经买了有十好几年了，当时是花了几千块钱买的。这灯都挂上了，看看这个房子，这个院里啊是两家，但是没隔开。这个是一个窗户，这个一个窗户，两个窗户，这个是一家，这就是宋姐哥哥家。那个窗户还有那个门，它又是一家。这侧面就是车库。包的饺子，你说这还得养货。哦，原来也是啊。我今天做几个菜呀？今天做六个菜，包饺子。啊，这个是嫂子。六个菜。啊？谁让你照顾了？不照你啊。炒地瓜，那无论鸡，这个屋里面呢也是集体供暖的，也是集体供暖的，看得有暖气，这也不用烧火。这屋里是客厅，我们在上，但是这个屋里面积吧，它没有那么大，也就是有40多平方、50平方吧。有呗，连那个金饰院都用啊，看了一个礼拜，这昨天没有了。这个是卫生间，这是洗衣机，那是去往后院的。我领大家上后院，咱就去看看啊。这个门都上霜了，太冷了。对，刷完之后两件头发就行。哎，王哥，这谁的？他家的。啊，行。这是送油包的。你今天你不放假呀？不放。哎呦我天！哎，后院是从哪儿进了？啊，这边没有门。是从这个位置进应该啊，这块又是一家。完了，锁死了。这是屋里做饭的排烟机。这个饺子是啥馅的，宋姐？那个谁家上我用家院就开始。我这包子饺子什么馅儿的？鸭子卷，野菜馅儿。哦，野菜馅儿的。靠，岳母今天穿新衣服了，过节了，穿个新衣服。
菜已经上桌了，看看都有啥。这个是西兰花，用那个胡萝卜片炒的。这个呢是黄瓜条，就是干黄瓜泡完了以后炒的。这是炖了一条鱼，这个呢是野生蘑菇，完了用水焯完了以后呢，放在那个胡萝卜片一起炒的。这个是豆角，还有啥？这是羊肉，牛肉，这牛肉炖的牛肉。我那是补的是最少最少的。好了，不是，我再来这个得了，我下午还得去邮点东西去。行了，来，我给宋姐倒上。都过年了，这又过年了。喝啥呀？喝葡萄酒。给我倒一点啊。这个豆腐是拌的。嗯。啊。他喝白的。我就来这个得了，我跟咱妈喝这个。来，过年了，来，过年了，过年喽。嗯。嗯。好了。嗯。过年了。嗯。妈，注意身体健康啊！这辣呀，这个是。咱们要吃这肉皮是吧？吃肉。那吃肉。嗯，快吃吧，真辣乎。嗯，你尝肉皮能吃吗？能。嗯。我来一块牛排。看家煮那个肉。这是拿高压锅做的。我就切正块。胡萝卜和牛肉，这是一卷，哎，真香！我买上那一帮搁锅里，说的都可容易。来，妈妈，别喝那快呀！啊，这牛排了，吃牛排了。来，吃鱼，大宝吃鱼。啊，我说这牛排倒挺香做的，再来一块。想多吃点，我一会儿还没煮烂，不吃了。饺子上来了，不吃了，好像不用煮了，我嗓子够了。妈呀，你尝一尝这饺子。我尝尝，这是什么馅的了？刚才说的野菜馅的，鸭嘴野菜馅。嗯。这牛肉可以给你给压的面软，老不软乎了，你就吃吧。是有点热呀，这鸭嘴馅里面是这样的。我这每月又涨5块钱，有的还得啥钱呢？每月5块钱，那个税数钱呢？啊啊，你又涨了啊？一月涨5块。嗯。那原来是涨多少钱呢？这肉好硬啊。一个月5块。那这把涨10块了吧？反正这还有多少钱能涨？不知道。就超过80，一个月给10块钱呢。我怕它硬，打听不着水。10块钱。对呀。超过80给多少钱？你算的那，一岁都给5块钱。超过80的一岁给5块。那你今年是这么个算法。吃完饭了，我们该回家了。